大家推荐一款轻松护理起身床垫。首先是起背功能，0-80度自由调节角度，满足起身护理需求。起背后放上餐桌板，方便卧床者日常的就餐看报。然后是抬腿功能，此功能可增强卧床者腿部锻炼，预防褥疮滋生。接下来是左右翻身功能，它可缓解卧床者背部压力，缓解疲劳。多角度自由调节翻身是陪护人员的好帮手。还可以放置洗头盆，清洗头部，自带便孔，无需起身即可如厕，可折叠护栏，防止卧床者掉落。电动遥控，老人可以自主操作。高品质床垫，提供舒适的睡眠质量，让老人